秒啫喎，進攻時間啊！後邊出冇？5-54橫流踢一個快傳俾阿斌啊！十四度燒後冚啊！啲時間捉錯咗啊 ！timing 55-24，高手高。令到呢個望唔到隊友交波啊，轉身唔添啊！好勁啊！你話開啊，你話出場啊，定下分數啊！入得啦，入得啦，入得啦！3號啊，吳國輝入場啊，呢個老牌球員。阿苗。11號執翻個叉燒啊！再捉捉到對方犯規啊！阿南請罰球線喎。撈翻個命中率得40%啫喎，罰球命中率啦，呢個紀錄上。睇錯咗唔通？40%原來係另一個啊！兩個入曬啊，跌曬眼鏡啊！大家都高佬射罰球射得咁好嘅。兩次進攻機會都把握唔到啊！阿傑同埋呢個子聰，輸緊13分啊！呢場比賽又係苦啊！等啊！唔使等啊！而且啱啱食完糖，我見你。好準啊！開呢個零度位，由第一節打到而家都係呢啲位，70%以上。阿斌幫我自己帶個波出界添啊！好啦，換翻個中堅出翻出翻場，阿斌都退下火線啊！阿威啊，俾阿沈個 check 住啊！喂，前面又係單檔喎，呢啲係零。阿苗。偷波添啊！9號偷波啊！嗰個係自己，1號又偷波係嘛？呢邊係1號。咁我試4分添嘛？三咁嘅掣啊，彭。24號扯咗嚟話，上一罰球線啊！
47-31啦。咩位啊？一号贴翻俾24-1号篮板啊！佢系有意贴俾自己队友。阿苗。因為我唔習慣個聲控提示啊，咁我哋嘅現場聲控發表提示啊，下次帶個麥先。係啊，47-31。仲有3分半鐘喎，第四節比分係47-31，去翻現場先嚇。頭先呢啲打下隊喺中場跳曬舞，我哋冇影到添嚇。阿斌又翻入場啊，我收起咗橫立起啊，主將。一橫壓，跟住啊呢個搶啊，五號去搶啊，五號偷波啊，五號偷波啊。阿斌試3分，有啦，可以入。阿威都有一個回敬3分喎，好勁啊！你話阿威，下半場有佢真係成隊波三攬曬啊！11號籃板俾翻阿開啊，俾阿威啊！阿威又俾咗錢，阿威俾我5-3。阿輝啊，男仔阿輝又冇人看管噶。分數係越拋越開喎，睇下個樓價真係跌得好勁啊！成次未攞個分啫嘛。呢個三木啊，成個人捐曬過去對方嗰邊。我冇換你喎，好簡單啫喎。三分，我唔識24-3。3秒。八六五九。上曬身喎，呢個下半場呢個阿威真係。系龙咁威啊！好，攞分。下盤犯規啊！始終都係推人。阿斌想罰。講龍飛啊！44分。上身又好靚啊，搏下身又啊，推開咗。1分42秒啊！呢場比賽。提著已經就垃圾時間啊！兩球有一球啊！我哋阿威會唔會繼續試3分啊？3-24，抽籃板。冇啊！依阿婆啊，佢成點都～15-25入啊！由東岸跑到西岸入咗2分。好飛機啊！多地方犯規啊！天花滿啫啊！仲未搶罰球線。飛機可以試43分喎嚇，成班幾啊？成班分零鐘。爭啲15啊！
不過真係失誤啊，都係唔係爭啲，直情係失誤。1:08。放波放遲咗啊！又好飛機傳俾阿24號喎，傳俾24唔入，都難打，好高啊！11跳到11:1，助攻。因為啲中距離有70%以上啊，命中率57:34，剩翻40秒啫嚇。8秒。係咩事？咩事？10幾秒喎。冇放棄喎啊！呢、這個莊園啊，鬥志非常之好啊！有15號阿彭啊，籃底捉個人温啊！比分係57:36，最後24秒啊！但飛機要望下啲側邊啲隊友啊，走位啦！1:02不入啊！26號籃板啊！4秒，2秒，24:11，24 steal 同埋11入咗，24又中咯，11號都有 skill 啊！廿四一個偷波同埋一個助攻啊！廿四一個偷波，助攻。之後邊個偷波啊？11號就偷波。喂，射邊邊啊？射邊邊啊？你點個名啊？點個名咪先？你點個名先？